这里有两个秘密的地方，可是等一下我再告诉你，这里还有这里，你们可以猜猜看是什么。Nice。Hello，我是 Jermin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带你们来到全新山最最最高级的公寓。OK，它这里是位于市中心，然后它非常非常靠近 Custom。而且只需要7分钟以内，你就可以到达，而且非常靠近 RTS，然后这些关卡，然后它的这个呢有两个公寓，一个是 Tower A，一个是 Tower B，它这个公寓哦还拿过最佳公寓设计奖。嘿，过来，现在我们进去看吧，Let's go。现在我带你来到他们的这个大厅。你可以看到它，你可以感觉到它这个哦是非常非常有那种高级酒店的设计。然后它这里还有24小时的保安。然后它这里最近是屠妖节嘛，迪巴瓦利，所以他们这里还有一个做一个设计。然后这里是它的 reception，如果你有遇到，好像它这里真的像 hotel，你懂吗？如果它这里遇到什么什么问题哦，你可以这里来询问他们。OK，然后这个是 Tower B，它有65层。另一栋是 Tower A，它有70层。OK，我们来到了它的 showroom unit，你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两个 private lift，每一个单位都有自己的 private lift。哇，你看它的电梯是多么的快，是一秒一层楼啊，是非常非常快的。那我们进来它的 showroom unit 吧。OK，带你们来看它，你们拭目以待的 show unit。它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玄关，它这里做了一个月球的设计，让你感觉到你来到了月球这样。然后它这里有两个秘密的地方，可是等一下我再告诉你，这里还有这里，你们可以猜猜看是什么。OK，来，我们来到它的 living room。哇，很亮！你邀请你的朋友来家做客的时候，会讲你朋友了解，哇，你住到好漂亮的单位哦。然后大家会问，哎，你买到钱啊，很美嘞，很羡慕你哦。就讲，哎呦，好想要过你这样的生活。你可以看到这里呢，这里呢，我们可以做。Fully furnished 给你，或者你要 bed unit 也是可以，这些单。这间单位是有2217 square feet，然后三加一房，四间厕所。然后我先给你们看它的外面的风景。这个我们是所在 Tower A，Tower A 这里有70层楼，然后你也是可以给它看这里的风景。这个 balcony 呢，它是可以打开来的。哎，来着，lock 起来了，我开不到。你看，你可以让外面的空气进入这里，你也是可以把它关起来，可以看它的隔音的效果。哇！是不是没有声音了？完全没有声音哎！你可以在这里唱歌，你要听什么歌，我都可以唱给你哦。OK，然后我们来这里，你看你坐在这里的时候，你可以这样子看，哇，很舒服。你这里耶，它的这里的灯光哦，也是跟你做好了。你们，如果你们不想要。烦恼啊，还是怎样啊？你可以选择 fully furnished 的配套，OK？这个是它的侧翻的桌子，还是采用了大理石的，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quality。然后它的吊灯都是那种很像，很高级的。总之，因为这里是高级的公寓哦，它这里所有用的东西都是非常高级。然后我可以给你们看啊，看这种。比较小小的中庭啊，就可能你可以在这里安一个 projector，还是你要在这里坐着看书，这里放下你的书，然后在这里坐住。哇，你看，
很舒服哎、欸，你就这样子，我没有输啊，你这样子看，哇，真的我很喜欢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这里也是跟你做了衣橱，它这里是一间厕所，它厕所呢也是全部都是做那个洗淋也是全部做到顶了的 ，OK， 是非常棒的哦。好，我带你们看它的这个。Dry kitchen， 这个也是全部做好的的 kitchen cabinet， 然后也是可以看到它的牌子都是进口的，反正全部都做好了的 ，OK，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quality 的。然后我现在带你们到它的 wet kitchen， 这也是 dry kitchen 嘛，可能你可以在这里做一点烤的东西，就是弄热的东西啊。可以邀请你朋友在这里，你可以坐这里，对，你可以在这 island 喝下红酒，跟你的朋友畅谈人生，然后我们到那个是厨房 wet kitchen， OK， 这里呢就是你的 wet kitchen 了。你可以在这里煮饭，因为这里也是有一个 sliding 的，不会给你那里有油烟。你要煮饭哦，你就把这个关起来。OK， 它就这样子，就不会有油烟跑到外面去啊。它这里也是有一个厕所，就是公用的厕所在这里。这里它就有你们洗衣的地方啦，你们洗衣地方就是在这里咯。OK， 然后我们再到前面去，前面这里，它的这个呢，又有一个小小的中厅给你们，在这里，你可以在这里，如果你不想坐在那里啊，你可以坐在这里，也是很好啊，就这里坐住，跟朋友喝下午茶，是很棒的，很不错，而且这里也是给你做了一个很漂亮的那个吊灯。现在我带你们去你们最想最想看的房间，主人房。哇，你看它的采光啊，一流哦。好的，是它的主人房，然后它的这个床也是给你了，然后它这个都用了那种比较暖色系，它的风格。然后那个 aircon 也是做这种 built-in 的，就你不会看到有 aircon 一粒样子跑出来不美观，它全部都坐在里面了的。然后这是它的 walk-in wardrobe， 是不是很多衣服？是不是你穿很多衣服？这里我们也是给你做了，你可以放你的衣服包包。然后终点啊，我很喜欢有 bathtub 嘞，你可以躺在这里看外面。放心，别人是看不到你的，你看你根本是看不到对方的，他是看不到的。你可以在这里泡澡，然后这个呢，他也是跟你做了，这个全部都做好了，然后你只需要搬进来就可以了，就拎个包搬进来就可以了。然后我再带你到他订另外两间的那个房间，这是它第一间房间哦，所以也是一样，有这个一 set 这样子的咯，就是一个床跟一个厕所是一起有的，然后这里的风景也是很好，没有任何的 building 挡到你啊，你看，你一起床，这个风景。哇，你看没有任何一个 building 挡到你啊，那你也是应该不会起任何的 building 在你的前面了，所以这个 view 是非常非常无敌好。啊，这里也是给你做了衣橱，也是做好了的，很美观啊，它做到很美观，你看它也不会怎样讲啊，就是有一个衣橱乱跑出来啊，浪费那个空间，所以它做到很好，已经在墙壁里面了 ，OK。然后来，我们到另外一间了。
这里是3+1房，可是呢，那个加一房本来是佣人房，可是他们已经改造成这个厨房，这里本来是一间佣人房了，可是他们已经改造成，因为想要把那个厨房的位置扩得更大，所以他们就改装掉了。哎，怎么还在拍？哦，是不是还没有介绍那个两个暗格是什么嘞？来，跟我走，走走走走走走。这两个暗格是什么？好啦，一间是厕所，工业弄的厕所，一间是，另外一间是 storeroom 嘛，你可以放你的储物，你的那些杂物啊，就可以放在这里哦。OK， 今天我介绍到这里。如果你们想要更详细的知道这里有什么房型啊，这里有什么配套啊 ，package 啊，都可以联系我。我是 Joy Min，OK， 带你看更多更多的好房。拜拜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